哎，早安啊！早安，早安。哎，早啊！哎，阿妈，你要不要一些料理啊？我放在我们公司，你可以拿吗？阿妈，你有听到？干娘，我是关机。阿妈，你有听到我讲话吗？现在有。你要不要需要一些料理啊？我这边有多的。你在哪？我在公司。那你放公司就好了。看，笑死！早安。早安啊，小贺啊，今天有没有料啊？什么料？我被通气了，有没有料？对了，我忘记了，我说错了，是十号才那个比赛。明天哈。完了，那我明天一定要出来打。要，他们应该明天就能出来了吧？50个月、60个月那两个，我也不确定呢、欸。你要被通缉多久啊？我哪知道？我听到伟说他之前被通缉3天啊，可得体啊。好，那你就好自为之吧。哼哼。我谁？你想一下，我谁？抓得到我，我就你就给他罚而已啊，没啥怕的，对啊，没什么的啊。那你为什么不通啊？我跟你讲啊，这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啊。同样两台车啊，都有出去啊，啊，就我的被拖掉啊，啊，就刚好又被通了，傻小。是不是大家歧视光头啊？我干你娘的！真是头痛死了。高富帅不是也被通吗？没有，他没被通。那不然他这两天在躲什么？没有，他没有在躲啊。他有被躲？他有在被通吗？我好像没被通哎。要不然他说什么？这两天会低调一点，叫什么高？叫我们叫高富穷？没有，那是我啦。那是我，那是我。哦我是那是我那是我，我会低调一点，避避风头，免得被畜生抓走。妈的！我该做完工作我就去躲一下，有点恐怖啊，你知道吗？你记得不要开自己车啊！我现在开自己的车啊。有点危险呢。等下警察都认识我车吗？嘿 ，ZY 序号，还是你要来载我？阿妈，你要去工地吗？要不要一起去啊？去完了，我不要再去。啊，你有机车在那边吗？开自己车。哦。啊，我就在工地耶。哎，要不要 together 啊？你赶快来啊！我在红白了，在红白了。我被通缉啦！看你脸。看那六四车是谁开的啊？哪个孤儿啊？我。不是，我是说资源回收车哦。哎、欸，你的车在哔哔叭叭的嘞，要换，要我换我开吗？只是要去借一台车。你要再借啊？嗯，等一下。好啊。好了，我等一下，我等你，我在那边等你。哔哔叭叭。
还在念书，穷小孩，怎么可能？他骗你的啦！我他妈真的很穷。靠你啊，靠你啊！看一下，有人说我骗人，他妈的，我他妈去拍一张照片，他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把这款游戏玩得这么穷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哎呀呀，还是等下我来开啊？不是啊，是意外啊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感觉你有点累了，我来开啦，好不好？没没事事哦，没事啦，没事啦，我来开啦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属于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人比较属于什么车，你知道吗？什么车？陆上彗星。那跟你一样，冲力十足，但是这边要稳着，要稳着，不然我们就去了。没事啊，你要相信我啊。哦，没有啦，等下我来开啦，你等下换你相信我啦，我们来互相信任啊，好不好？我不想这么早就领年终，不会啦，哦。上次他妈有个人载我下去，我他妈差点买单，谁啊？大伟吧？那大伟技术那么菜，好啦，给我那个啦。给我不要开啦！怕，给我开，给再我开！相信我一次，你再相信我一次，再相信我一次，看，真的，你要相信我。哦，我们是不是兄弟嘛？是不是不是重点啊？但是这就是重点啊！我想开车，我想开车。不是啊，兄弟就是要互相信任我跟你讲啊，是不是兄弟我都信你啊，但我想开车，可以吗？啊，等我开完这次就让你开，好不好？哎 欸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我开车你放耶。干嘛？我可以看到一个，可以看到你那个轮胎比王一兄妹没在里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安全，安面。全，好吗哦，？Safe，Safe，哎，干嘛啦？哦呦，你竟然是冲力十足呢！哦，很 safe 的好吗？该你的火力非常旺盛啊，拿去接！哎，干嘛？我可以看你撞一下，我没有，没业有，障没啊，有，业障啊，哎，业业障，障，业嘿，障，业没障，有，没有。业师傅啊，业师傅啊！我觉得你不要买这台车好了，为什么？这台车加速太慢，不适合你，还是路上彗星比较有料。真的吗？嘿嘿，你不觉得路上彗星特别快吗？好像是哎、欸。对啊，快点到也快点死啊！你，喂喂喂！哎、欸，没有啦，我说他们啦，那个流氓他们的人，那中分哥你知道吧？他哎。就开路上彗星啊，早到早超生啊，每次都第一个到啊，每次都第一个走啊。不用怕，不用怕。怎样？我开车，你放心。大不了我们一起去看医生。那呸呸呸！不会啦，我跟你讲，通常这种不吉利的话，吼，讲出来都不会灵验啊，对不对？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我这个人开车最安全了。我闻到危险的味道。不会怕啦，这台车我没开过啦，应该不用怕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有料吧？很稳吧？驾照考两次的男人呢、考两次问到，哎，欸？没有啊，有撞到吗？还是没业有没有，障？哦，业我障是，业障。哦，业障就好，业障就好。没事啦，欸。三笑，我刚才被个神秘的墙壁给顶了一下，欸，是我的问题吗？对，哇，有点鬼，有点鬼，这栋大楼有点鬼。等下我洗完碗，我要去避一下风头。我先等下应该洗完碗吧，去便利商店买好一包烟，我就在公司一直抽烟了。抽到有事再叫我呢。
今天我们少了谁啊？我们少了阿角、天意还有大伟。好了，应该可以啦。应该今天应该能够吧？我们今天应该可以做点事吧？还是我们低调一点啊？你去跑单吧。跑单吗？你说等一下跑军火吗？不是不是，帮我们两个去跑军火。你说手机哦？也不是哎、欸。啊不玩嘞，那个地图哦。对啊。哦也是、啊。那个不是相对安全吗？没有，那叫绝对安全。军火真的没什么，就是什么？不是军火啊。那个地图啦，地图基本上没有人会去懒吧？那个会不会通报？所以啊，我真的想叫你去跑那个，因为那个什么，那个我们要控制力，大伟现在不在，控制力要掌握好。你可以看那个控制力多少啊？你可以看吗？可以啊。我们现在是怎样控制？应该还行吧。我们还控制得住吧？都是还在掌控之中。哦，四个点都还在掌控之中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啊，你还要开这台吗？要啊。那你这台给你开，我开我的。啊，等下你去公园那个停车场载我吧。灾系呀！被人家呛说当黑帮当到那么穷，干你娘！你要自己到酒吧楼下，还是我去带你？我要到那个公园那边，你来那个吧，公园那边载我。Homie 呀！啊，你有没有被通气啊？你没有被通缉哦。自由自在的扫地。哪里哪里？看真的假的，你自由自在。啊，你现在在扫地是不是？警察比这哦，不太是，不是问，我来洗碗就好。看你，你还这么听到警察声，真是惊到手会颤。怕什么？开车的也是我，你也不会盘到你啊！我跟你讲了，我特征太明显了，他妈全世界都认得我、啊！他妈，等一下说干那个王八蛋领养，妈的！要不要去戴个假发？不用啦，现在戴这个帽子应该不用、欸。要不要出动啊？出动吗？我想去抢哎、欸！走啊！不帅，走啊！可是我们要记好那个位置，还是我来开车？我来开好了，我来开车啦，你来开枪啦。帮我看一下位置，我们要前往那个珠宝那里。我们要修车，修车哪里？要修车子要修。那我们要先开回左边那边去修。哪是左边？就后啊，这边也可以修哦。可以修。后面是有哪里啊？我是记得。贝菲特。
红色。干900多块，便宜啦。那是因为我们有改装厂啊，不然会贵到靠北啊。因为往豪宅啊。好了好了，你要不要穿先穿反当背心啊？我也只有一件呢、欸，应该够了、啊。我还没穿呢、欸，我先穿一下。我跟你讲啦，我也只有一件啦，不用怕。好，再帮我确认一下位置。你随时帮我报位一下。他是往哪个方向开？往，现在往南部，往南开。往海边房产那边吗？你要那个、哦、给我个精准，就是也不是说精准，相对位置。他在十八号商店要跑山那条路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加油站那边那条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他现在往豪宅方向走。哦，那边有什么点可以交易的吗？豪宅，豪宅，豪宅那边。条路往右转切哈。他好像停，他哎、欸，不要，往左转，左转。走，我看到。他经过我们了，经过我们，往左转。左转，有看到吧？在前面那台，有前面那台。好、哦。哎、欸，不算，我们看到目标、哦。你跟他报一下我们位置。往南边，南边的那个。那个港口。等一下成功，我们就直接。应该只有一个人，对，只有一个人。把手举起来！有本事开锁啊！操你妈的！他被我们破了，他胎被我们破了，他胎被我们破掉。干！他去哪？一台越野车，你有看到吗？妈的！干你娘！我竟然撞到啊！啊没有，我们现在在好，哎、欸，我们在那个面具附近在搜索他在哪里。看你娘！刚刚我们的羚羊兄撞车啦，很晕啊，路太窄了，有点尴尬。他很凶呢，有本事开死我这样呢。然后开着一台越野车，胎都被我们爆了。我怀疑他躲在这下面的。没有。看那个越野车从这边滚。你啊嘞！他应该换车了啊。嗯。后面那面具那台车要不要看一下、啊？那高富帅，那高富帅。应该跑掉了。看我开他身上两枪哎，妈的，应该差不多要倒了、啊。我他妈第一次听到这种要求哎、欸，什么要求？对啊，有本事开始我，刚
干你你啊！我完全不演的、欸。干你你啊！他开车走我也认了啦，他胎被我爆也认了啦，我撞车我也认了。干你你啊！干我应该没撞那一下，应该没事，应该是我在车上你去压他，我在车上拿枪指他。干你你啊嘞，真的很有种哎、欸，他应该是带都带真的珠宝。不是带假混真，反正基本上应该不会自己一个人运。八，找不到就算了，好吧。再绕最后一圈就好。OK。哎、啊，你有看过那个人吗？没有啊，戴面具怎么看出来？我说，好吧，也是认不出来。地毯式搜索，看这边该不会有路吧？我操！算了算了，我们这边应该要直接去洗碗了。安全帽。欸、安全帽会被打掉吗？就是被拳头打掉啊？会啊，总教练啊，被枪射应该不会被射掉啊？不会。哦，那其实安全帽还蛮有用的。对啊。哭啊！去你的狱警！好了，我们去洗碗吧。哎、欸，车子就。举报你这个通缉犯，还敢偷看呐、啊？通你吗？我明天上班，所以请假固定回国一天。哎呀，看，哦，那铁牛少丘，你也是个奇葩、啊。天丢啦，干你啊！哎呀，头好痛啊！帮你休息啦，哭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干没处理掉那个王八蛋，少赚了20000。早。哎、欸，早啊。早安，哎、欸，少轩，我刚刚有没有发现昨天跟你说错了，是后天，是明天吧？开枪开到脑袋坏，回个明天。哇，阿贵你好呛哦、欸！我没记错是说十号了。啊 ，OK OK， 十号。其实他盖那里也没差吧？我觉得，大概要他想干嘛就干嘛。我现在接受就是，这里的人想干嘛我就陪他干嘛。除非他搞到我真的是很悲松，应该很少了。搞到也要看他们怎么互动。没事没事，是我也直接冲啊！说干你啊王八蛋呢、欸，像你熊熊的，像你拉熊。你们要跑订单吗？哎、欸，看你啊，应该两个跑，两个跑就好吧。下有谁？我小贺高不帅。高富帅回公司吧，我载你。高富帅，啊你去借哪台车？我真要借，我真要借。我看到澳北了，我要拿了。
我准备好啊。等下我去跑地图吧。啊，你们有谁要跑地图吗？跑完订单可以跑啊。没有没有，我去跑就好了。反正我今天也是，也是低调过日子嘛。对，能过一天是一天。哎、欸，你到公司的时候跟我讲一下，我去买东西。干你啊！我车没有，我加油。不然我再去接你啊。没有啊，加个油，车不要乱丢哦。哎呀，哎呀，小贺啊，你昨天跟阿翔讲什么？嗯，你不是昨天在跟他聊吗？对啊，你跟他聊什么？我可以知道吗？哦、可以啊，我们有很多话要聊哦。我们哎，在故乡就是兄弟，到现在还是兄弟啊。哇，感情那么浓哦。对啊，我们之前在别的国家。就已经当兄弟当现在了，哇！早安。嗯。谁？早啊！看你。早安。认识么久？对，还早安，我都没听到。哦，久了，大概两年有了吧。哦，那么久啊！哎、欸，刚刚是谁说早安？我啦。你是谁？你皮痒了吧，白小姐？你死定了，高富帅，她是白小姐，笨。她是少全。哎、欸，你死定，哎、欸，你死定了，小二，我是张少全呢，我不是高富帅呢，我头还没秃啊。没有嘛，没有嘛。为什么有一个飞机在这么低飞啊？在小地方飞。我们梦里，啊，白姐要不要买巧克力送男友？哦，嗯，有料有料，梦中相见，一起打做工打麻将嘛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就出去吃饭而已。哦，看那讲起来你们认识也蛮久的哎，很久啦，两年多啦。哦，一看来啦，有。我在另外一个国家被通缉，就是他找我来这里的。白姐，要不要买巧克力送男友啊？你在隔壁被通缉哦。嗯。哦，何止被通缉哦。啊，人呢？怎样？你杀人犯啊？我没有跟你们讲过我以前的故事吧？没有，我也是。我跟你讲，我连你在这个镇上，我都没什么机会看到，因为。平常太忙了，平常在工作。不是，哎、欸，不是你忙，是我够低调。哦，是我不够低调就对了。对，看，也是啦，我太高调。不然你问后面那个戴帽子的，看他认不认识我。应该不认识。我跟你讲，我真没看过你。我们第一天在公司谈的时候，我才第一次遇到你，你知道吗？你就知道我有多低调了。基本上。在公园那边是我是没有在不常在那边啊。那你没有发现，那之前的时候你们跟阿强在谈事情，哎，你有没有发现我其实都没有跟在旁边？对啊，你有没有发现我都是那种应该是这样讲啦，我们那时候合并后，你没有发现我就算睡醒了，我也都是一个人默默做自己的事情。
这样其实不是很好哎、欸。这样如果你出事的话，我们帮不到你、欸。啊，前提是我自己可以保护自己啊。看要看人哦，我跟你讲，我刚来就遇到一堆畜生哦。你知道隔壁那群流浪狗吧？看、嗯、他们那时候真的是跟狂犬病一样，得了狂犬病一样、哦，死咬呢。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一直死咬着我们呢。我前几天那时候前几天的时候，他们一直想绑我哎。然、啊、后他们、啊，我看到有人，他们一直想绑我啊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干嘛。我看到有人来，我就直接掏枪，然后他们也掏枪，然后我们直接在公园、欸、公园对开。哎、欸、啊，结果嘞？结果就他们突然就跑掉了，我原本要追上去，想想我只有一个人算了。天，那他们真的是也够闹赛。你就看这两次我们打争夺战，你没有发现都是我活到最后吗？我跟你讲，我是两次都刚好不在。我不是刚好去睡呢，就刚好在睡。嗯，那你知道这两次争夺战我都是打到最后的一个人吗？我是有听他们讲说，剩你和有一次是你和跟洪瑞哦啊，我跟孝全、就是、哦，你跟孝全，反正就是有两个白给那一次，然后有一次那是我刚好在睡的时候，那次哦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有谁去打吧，好像那次有阿强吧。那时候怎样？那次好像有阿强吧，可是我他没有打，他没有打吗？没有。那我也不知道有谁。那次也是其他三个都打了，剩我，我也是一个打三个。可能你也是有料呢。干不是啊，这边的枪很难，怎么讲很难去，有时候准，有时候又。不太准欸，我真的没办法很熟悉这里的枪欸。那你想听听看我以前为什么会被大通特通通气成这样吗？怎样？你直接把他们当智障打？张少全，我以前是雇佣兵。嘿，请说。干，哪个国家的、啊？无名。嘿，请说。哦，你在那边？专职雇佣兵跟像这边的那些雇佣兵是一样的性质的工作。嗯，哦，那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。怎么了啦？怎么了？哦。啊啊啊！所以是跟他们是差不多一样意思吗？不一样。不是吗？就是钱付了你就去 K 人家吗？不是。还是只要有钱你就 K？ 对，我不管是谁，警察也一样。看，那你那时候不就跟？我们这边的流浪狗一样，看到就可以。没有哦，没有付钱，我通常不会去动人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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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我以为你一说谁有钱你就去 K 谁，并不是，我是人家会付钱找我，我就去 K，、哦、就是 K 他指定的人。啊，不是啊，白钱叫我干嘛？对方他有你说类似买凶吗？哎、欸，类似类似。哦，看我他妈第真的是第一次听到哎、欸。我今天当那么久警察，我都没听过有人被买凶。哎、欸，林阳，我们要过去了。好，收到。我最高纪录一个 K 五个。看，那、啊、你枪怎么回握那么紧啊？我他妈枪握到后面手都会软掉哎、欸，枪很软了、哦。等你有一次、哎、洗了没啊？打没顺利啊，张孝全加油啊！等你有一次打两三个的时候，你的枪就越握越紧了。我跟你讲啊，我唯一有一次比较有料，就是那时候被那群流浪狗追啊，追到地铁啊，我往地铁下走啊，我绕了两圈啊，我把一个拉开啊，我把剩下两个 K 掉啊，一个好像是流氓啦，另外一个好像是女的，我最多只 K 两个，第三个就没。一个是你的第一天吧？我有，哎、欸，我之前还没在无名当。雇佣兵被通缉的时候，后来有出国，有先到别的国家，不是马上就来这。哎、欸，有先到一个国家叫凌云的。哦，嗯，啊，那边的抢劫没有再跟你跑的啦，怎样直接当场？就这么想开我吗？对，警匪枪战。看那边也是凶的一批、欸。嗯，我刚去的时候，他们不相信我是那种人啊，就有黑帮直接请我当。枪手啊，我说好啊，花多少钱请我？他说抢到的钱分我百分之三十，
别人都只有 20%， 我占 30%。 我说好，成交。哇，然后那一场是，我记得是，哎，要开始哦。等一下，我们先走，我们先边走边聊。好，你们跑你们的，然后有需要支援，我们两个会当你们后盾，然后我们先补给支援。人不够。什么意思？不给跑。没有买家。是怎样？货还没来吗？不是，警力不足。哦，了解。我先买个防弹背心吧。我那时候我记得赵全啊，你问了政府的吗？我们那时候不是抢银行？问啊，哎，没回，还没回。我们那时候是抢电，抢那个人道实验室。我跟政府讲新地点的啦，他还没回我。你知道人道实验室在哪吗？我知道宋军火那边嘛，有个很奇怪的地方嘛，那个应该是人道实验室吧？对，那里面的那个实验的东西和价值很高。看我不知道那边怎么抢欸，我不知道政府可能在我们这边的那个实验室也是可以的，那个建商的可靠性啊，这里没办法，不知道，不应该，应该是这样，这里人道实验室没有研究那些，哦，那边的人道实验室有研究一些珍贵的东西。哦，欸，我开车哦，因为我等一下去买个东西。好，等一下我买个弹夹。好，然后公司有啊，我自己买就好了啦，公司留着备用嘛，紧急有用的时候再用，走吧。哦，那时候我最高纪录，我记得我们好像都是，我们五个人去打警察，警察来七个人，我们五个人打七个。嗯，那昨天其实应该带你耶。看，昨天真的太尴尬了，我们真的太尴尬了。因为昨天我应该跟他们留下火拼了，可是我身上有火，不然我真的想跟他们拼一拼。然后那时候，我的队友四个人在里面，欸，我一个人在差不多中间的路，中间的地方。镇上有一个穿红色衣服、红色帽子的，你知道是谁吗？等一下，我买个药。他在哪里？在酒吧下来洗碗。那个好像是新证明。他不是说要跟他们接触一下？不是，他是他妈哪一间公司的吗？他们新证明还没有公司。破坏一堆沙小啦。啊？什么一堆？然后女人的小情绪来，不要理他。反正这时候，那时候我一个人在前面，欸，我拿着高阶步枪，哦，他们那边有步枪哦，我那边还有狙击枪哎，还有散弹枪哎，沙小有料哎，啊，我就可是那时候我职位没有很高，所以我没办法拿散弹枪跟狙击枪，我只能拿高阶步枪。步枪很有料了吧？我觉得步枪很够打了吧。然后高阶步枪，那时候他们两个一起打，就我刚好卡在一个箱子的后面。哦，你直接找掩体打他一个 K 两个。对啊，啊两个进来，两个都被我爆头啊。看。然后后面三个一起冲进来，我往后拉一点，然后远距离先把一个点掉，然后再一次 K 两个，就他们四个根本都没做到事，都我一根 K 的。哇，那你妈，你知道那个新人的名字吗？看你其实蛮，那个，开枪蛮有量的。那几个。看你开枪好爽哎。看我，我记得我那时候的行车记录器应该还找得到，欸，你要不要看啊？好啊，我要找找看。那我有你手机吗？然后我先开回公司哦。啊，恭喜你看不到了，两都被洗掉了。你没有做记录啊？
就是什么 U 比起来放在没有某 Y Y 平台上面，没有没有。哦，看哦、啊，有一个影片的你也可以看啊。好吧，你传给我，你传到我手机那边。哎，你有我手机吗？找一下，你有我手机吗？没有啊，我没加你呢，要不要加一下？当然要啊。零七，好，你哦，我加你，我加你。零七七四三四。零七七四三四。然后我打给你，你看到吗？有有有。我们先开个公司。啊，对，我去山下，等一下买一包烟，我等一下回公司抽。现在没有警察可以给他们跑、啊，其实蛮可惜的。先买包烟哦，等我一下。好。你们好啊。哎、欸，你好啊。你好，我忘记你在我最怀念的地方了。阿屌。怎么了？连那个还没设计啊。大家都行啊。哎、欸，哎呦，阿角哎、欸，那个不是可以关在里面吗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讲哦，那个，哎、欸，我忘记他的名字了。哎、欸，他好像是算比较衰啊，因为他跟我一起跑，然后结果警察不追我，而且我还带了。你说天意啊？对啊，因为我是带氧气筒，所以我不知道警察有没有看到。因为我带氧气筒，他们其实也不好追，除非他们有带。哎、欸，那个小贺。嗯，靠腰嘞，酒吧，靠腰是你哦，那是酒吧，怎么有枪声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那个你那个卢广智啊，那个叫卢广智的，你有跟他讲什么吗？跟他讲什么？哦，因为他是在餐厅下面洗碗啊。然后嘞，你不是说他？我们是那个时候是讲说要收他进子公司，他们有四个新市民啊。子公司呢？对啊，子公司啊，我那我说要收他进总公司。啊，我没有，我没有说总公司啊，我说子公司啊啊，我问阿妈了啊，他说是小贺你在打杂，我怎么我是对啊在问你、啊。他们说他们想一下啊，想的好会找我啊，他、啊、又没有找我，没有找我就不理他们了、啊。OK OK， 那只问一下你昨天的那个、啊。干嘛？你缺员工哦。子公司嘛，总是要招人嘛。我跟你讲啊，你那个餐厅开起来，我也是可以稍微过去帮你支援一下。就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我也可以哦。肯定需要啊，肯定需要啊。就是我想有必要我们就会过去啊。啊，不过通常大多数时间应该是交给阿嬷管理吧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事情太多。我懂，我懂。没错，我看起来也很神啊。哎、欸，林阳啊，林阳，恭喜你啊！哎、欸，这样什么都没有。没事啦，没事啦。那我就在脑中回想，想象一下。啊，看我跟你讲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啊。那个地方有点像我们那边的银行啊。欸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吃一点东西啊？我这边。你没有自己做料理啊？我有免钱分呢。啊，我这敢免钱分，赶快无聊啊，你别吧。啊，对哈、哦，我欠人家花生。
啊，你我长得无用啊，你帮我搞过去。哦。啊，你顺便帮我摕一寡，好嘿。哎、欸，卢医生啊，卢慧吧？嘿啊，嘿啦，嘿啦，好，我叫伊卢医生啊。好啦，我等一下帮你打给他了。嘿嘿，要不要去看一下？这边好像有一间银行，跟我们那边的银行蛮像的。好啊，在公司附近而已。刚刚我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，应该是没有我的。你等等啦，我等一下在车上。没有啊，可以进去啊，可以进去。没有，我想。我等一下在车上滑一下手机，等我一下哈。好。欸，我们三个的活动范围那是小到一个不行欸。他连健身房都锁起来嘞，不给我们运动。你要跟他讲啊，叫他开啊。你有跟他讲吗？啊，你们三个都醒了吗？还有一个。有吗？大，他们大家都醒了。大伟醒了是不是？是啊，手机在他身上，你可以直接联络他。不是啊，这间不是也可以抢吗？啊，这间不是听说可以抢吗？这间我不知道哎、欸。看我这，我跟你讲，我来了这么久，这间我看都很干净，都没人动过。我跟你讲啊，我那时候，哎呦，这里，哎呦，这不能上去、欸。啊，这有锁门，这有锁门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是站在那个楼梯间啊。哎、欸。你有没有看到？哎、欸。那个一楼半左右那个位置。哎、欸。我几乎很，我很常站在那里，不然就是这边。欸，这里可以抢欸。干，要，这个很坚固欸，好像要一点，可以融这个铁的材质欸，有没有那种东西啊？不知道欸。啊，我这没研究欸，可能要问道一下。我那时候就站在这个后这边，或者是刚刚给你看的位置。反正，可是这边检查很凶、欸，这边检查不像。你问了少喝了吗？如果我们抢银行的话，很难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那个、啊、那个少权找我的、啊，说什么卢广是他们吧？啊？就是你，我不知道。那个啦，新来的啦。笑。什么东西？你再讲一次好吗？你讲话黏黏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就说我刚刚问你那个卢广之那几个新人的事情啊，是这样而已。他们就说他们想一下啊，想一想，然后会给我答案啊。啊，到现在电话都还没给我，不管他、啊，等他们电话来再说啊。嗯，对不对？我们总不能强求人家进我们公司吧？那没有没有，我问一下，我不知道进度啊，我不知道你昨天谈的进度是怎样。OK OK。怎样？我说你等一下，你先待在公司啊，我先拿你这个花生去给他们啊。好。我在公司抽烟，有事联络我。OK OK。那个白小姐还在吗？她在忙，她在忙。阿妈，你知道她在哪？等一下，阿妈，那白小姐忙完，你跟她说，等一下，我有事要跟她讨论一下。哎、欸，阿妈，你知道她在哪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但我真的觉得，我跟白
下次聊完，等一下再进来，拜拜。那应该要聊离开公司之类的吧？谁找我？我找你。小贺啊，小贺，我上学的。你不是要忙吗？先忙啊，忙完再讲。忙完了，忙完了。在医院。对点隧道前停下回击。各自真的不哎，虽然大部分人都落塞了。没有错，现在看不让。哎，嗨，嗨，那个落雨安安，现在在 RP 内抽烟 ，RP 外看一下人家说的扑浪是怎么回事，抢劫。听无线电指挥，真的觉得有计划性的抢劫。干，可是那个计划，讲实在，那个计划也是不够完善，因为我们设想的还是太少，觉得还蛮可惜的。讲实在，真的好可惜哦。我的计划应该。照理说，我应该不是拿钻的那个人哦。我真的是，我想交给其他人去做，然后我出去打。不是，也不是这么想。我觉得我再打我才可以比较抓比较多状况。只是刚好身上有料，不然我会继续打。阿嬤支援，这来不及，多愁善感。我就觉得，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好，你知道吗？打电话给阿嘉，打电话给阿嘉。喂，喂，同学，好玩吗？天意玩的还不错啦。哦啊，你们可以，哎、欸，现在他们是不是在你旁边？你，对，等下，我有点胀气。那个，你等下帮我确认一下，你们总共三个人罚单加起来多少吧？如果我们这边，我是在想啦，如果罚单可以用昨天那些银行抢来的钱给抵掉的话，应该我们的损失应该不会这么惨重啊。你跟他们问一下，稍微问一下。我记得大伟跟我说是73,000。Hello，有讯号吗？欸、对他73,000。啊，哎、欸，你想用多少？13,000。53,000。4万。你40,000。等一下，我算一下。13,000。53,000。4万。66,000块。哇，那我们倒赔，讲实在，我们倒赔，我算一下啊，014,3316。如果你们还有金条银条，那就还好。为什么？但我们倒赔20,000多，金条20条，8个金银。我在想要不要用那笔钱，不要分了，直接帮你们把那个罚单处理掉，会不会比较好？因为你知道罚单这个现在问题有点棘手。你说美术？我是怕你们，我跟你讲，我的原则啦，
我们赢了就 share 哦，把钱全部分掉，我们输了就我们把我们每个人的损失降到最低，你懂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那你跟大伟问一下吧，看是要把钱给分还是把损失降到最低，问一下他。多愁善感，多愁善感，没事啦，不是啊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吧。我们人不就是为了做得更好的？他姐都把钱昏了，昏了吗？他那个罚单扛得住吗？因为他那个73,000有点硬。我要征求你们的意见呐、啊。因为毕竟是你们这几个被抓啊，我是没事。嗯，想一下吧，没关系。都没意见呐、啊。都没意见哦。好，我晚点。评分。评分吗？现在大多数的评分。好，那我就把它给等你们出来再分。好，等你们出来再分。好。啊，你们是你今天是可以出来吗？那还不行哦。到什么时候啊？你确定呢？我昨天怎么了？我是他们说50个月的、啊。那你现在关到是剩几个月啊？我忘记嘞。忘记了啊，没事，无输啦，无代志啦。啊，昨天真的是很尴尬。没办法，我支援太慢了，不然我想要过去支援你们。因为我发现其实他们警察人不多，然后警察还蛮笨的，就是车也不会开啊。那就是硬追啊，可是他们车比较硬、啊，但是没办法。车子硬是没关系啊，最主要是直升机太麻烦了。我计划没有想到有直升机这一环。啊，我下次而且我不知道直升机上面也可以开枪啊，而且蛮、哦、好像蛮好射的呢。他们打得蛮准的哦，所以那个驾驶其实蛮会开的。因为我们被爆第一颗胎之后不到一分钟吧，又被爆第二颗，他才开了5枪吧，我们被爆2胎。其实他驾驶其实开得蛮稳的，不知道昨天有哪几个警察、欸，应该有黄小虎什么？大伟说有副局啊，就是那个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有开热感啊，所以。可是他有开热感，他没追我、欸，我躲在草丛里面，他好像没遇到我、欸。就只能二选一吧。没事，我跟你讲，那时候我原本走不掉。因为我那时候在穿反浪背心，结果穿一穿你们喊走的时候，我想要说要不要跑出去，后来想说算了，因为你们已经上车走了，然后我就躲在草丛等等你们完全走了之后，警车还来回好几趟，然后我就换一个草丛躲，然后我把我身上衣服处理掉，请他妈来接我，不然我真的会挂。啊，至少就是那个损失已经降到最低啦。我是希望可以降到更低啊，最好是大家平安无事。没想到那直升机这么强悍，有点凶啊。没事，这样我们下次就知道怎么办了嘛。我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处理那台直升机。你们之前你来这边多久啊？这里没有很久。没有很久，那可能要问大伟了，可要问他怎么处理那台直升机啊。啊，我觉得我们这样算还不错啦。不错是不错啦，那我想做到最好。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受伤啊，就是最好人都不要被抓啦。我最好的想法，但难免有时候意外嘛，只是没想到这次意外这么大，这蛮惨痛的代价，你知道吗？好像比想象中亏一点。没有，比想象中的更亏，亏的蛮多的。我不知道太强了。我不知道罚单怎么可以开到70,000多。但我有带那个啊。可是天意为什么也被开到50,000多啊？你被开40,000，
如果是三个4万，其实也还好哎、欸。我的有打折。啊？谁给你打折啦？警官呢、啊？怎样？小虎警官是不是？玉打千玉。哦。怎样？你用什么收买他？怎么他给你打折？一杯 QQ 奶奶，好喝到没票茶。哈？你用一杯奶茶收买他？忙着想你。等一下，你讲清楚，就在医院的时候，给他那两杯啊。你给他两杯，他帮你打折。跟他甩赖一下。哦，你把你的优势完全的善用了，是不是？好像就比他们两个亲。也是啊。他们好像只有三个，然后有一个警察过来讲说，还有要再多一个。那一个是什么？忘记了。你说多一条罪哦？你说多一个什么？我被算抢银行，原本他们没有算。哎、欸，可是他们算什么攻击，然后非法行为抢劫。啊，后来又被多判，所以你们后来就是又被多判一张抢银行。对，我啦，因为我原本只有三个。哦啊，他们也是都跟你一样吗？就只是在他们是多更多啦。哦。的话好像还有二级武器什么的。对啊，大伟带一把二级啊，奇怪。好，那没事。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好像都没出一样哎、欸，被那个二级扫到。我跟你讲一件事啊。枪在哪？我跟你讲一件事啊，警察。的副枪比我们二级强很多啊，我们二级好像冲锋枪嘛，你知道冲锋枪子弹的特性是什么？射得快，然后子弹也是特别大颗，所以子弹射不准很正常。他们的步枪是尖头弹啊。哦。啊，我们真的这边的军火商没有卖那种冲锋，没有卖那种步枪。什么 AK47 那种的，其实我们会比较难对付他们。啊，他们昨天有拿二级吗？像有。那应该是那个吧，王小武拿的吧？应该只有他会拿而已。只有他那个被更小一点呀。你哦。啊，昨天你能确定直升机的副驾是谁吗？是没有看清楚，可是我那时候感觉应该是有一个人应该引导一开始、啊。我是听说你们在那个过山洞后打的那一波有一个引导了，所以他们照理说警察应该剩六个。哎，林阳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阿娇，阿娇，我先回一下，我先，我等一下再打给你。哎、欸，怎样？怎样，小奥怎样？我刚才在打电话。小，你在公司会不会很无聊？不会啊，我刚才在讨论一下昨天我们哪里要改进，然后问他们一下状况怎样。我们好像被罚16万吧，三个人加起来16万，然后我们少一把二级，然后三把枪，这样就这样。啊，怎么了吗？我把塑胶给你，你会做假珠宝吗？我会啊，我会啊。等一下，我接电话。那我先把公司的那个处理一下。林阳，我把手机借给大伟了。哦。大小
应该，对啊，卡选的，应该卡选的。
你说收心了吗？他们三个人啊。我不知道呢。你，等等，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怎么，这个是什么问题？我现在在专注的做塑胶，我先稍微想一下。我是觉得啦，如果他们出来之后被关更多天，就是不能做事更多天，更危险。你说收他们，可是我觉得我们主公司处理就好了、欸。我想我们应该只有我，就是我，我知道你们处理的好，但是只是我好奇问一下嘛。我的想法啦，我们能自己处理的，我们自己处理。就像就好比我们是动物的，那文的你们那边来，就是你们是做那种。不是收人的问题啦。哦，啊，不然你是什么意思？我是，小贺没跟你说吗？什么问题？他想救大伟他们出来。可以吗？我是觉得有点危险啦，而且他们出来有几多少天不能工作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他们，我觉得要衡量一下风险吧。对对对对。这个要问一下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救人啊。啊？你说怎样？被狗咬啊！哦，你小心一点，你小心一点。好，收到。那不你是做多一点的。多愁善感，不知道，我想，哎呀，刚不好意思呢，哎，没事没事，你身上有几个啊？我身上有66个，干嘛？66而已啊、哦。我们平时公司有900多瓶，我拿六，800多瓶在做。你先放回去，你先放回去。干嘛？你身上一堆啊、哦？你先对没？你先放回去没？好、啊。我把我身上的都给你啊。哦，好、啊，你要把全部都给我可以啊？对啊，你在公司无聊就加紧做吧，做那个。没事没事，我这个有时候还不用材料就可以做哎、欸。哦，你有学是不是？没有，没有学啊，我只是手巧的什么都会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哇，你还好，你做我那拳还好，不太会痛。你是没什么在健身吧？看，你看瓶子怎么那么多、啊？扫地扫来的啊。啊，塑胶嘞？塑胶我身上没有。哦，没事啊。我想以后有瓶子你就直接塞里面。如果像有这种意外的话，我就自己我把它处理掉。OK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在公司有很多日子啊。你看我一结婚，包的加送啊。我先去处理阿妈那个问题。好好好。奇怪，我一直觉得那问题没有很重要，为什么？你说冷吗？对啊。不是啊，就他有联络，就是他们要有意愿，我们才有后续的事啊。对啊，我就觉得又没有很重要，奇怪，阿妈干嘛那么急啊？不知道呢，可能很缺人吧。好，你去处理啊。阿妈，我好了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啊？我在公司啊。你要聊一下吗？还是怎样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有啊，我问你是不是真的要救大伟他们啊？其实要看大家意愿吧。如果说只有我一个人去救，一定救不出来啊。那个要怎么救啊？王小五，大伟刚刚是跟我讲说，狱警不在，然后现在有监狱钥匙，只有一个人有，那个人叫做王小五。啊，那个王八虎很难对付哎、欸。
大伟说如果要救他，一定要把王小五开倒，把他打晕。我跟你们说啦，我知道怎么进去，我也知道怎么出来啦，可是我是不建议你们去啦。那个其实用工具就进得去了，你们确定吗？你那个有几层把握？我们被关在里面啊，我们那个打不，怎么哪里都去不了。哎、欸，他们是连放风都没办法放风，他们只被……哎、欸，你讲，他们都被关在，他们现在连健身房都进不去。要他没机会啦，这样的话，王小虎要打倒，比起其他人更难吧。对啊，而且王小虎又有大枪，很难处理。那个王八蛋一言不合就直接大枪拿出来哭哎、欸！基本上他一定会拿出来的啦。还有啦，他们如果这样出来，大伟要说要多少天吗、啊？通缉？这是他没讲哎、欸，几天？两个礼拜。不要盘通缉什么问题，你们去被看到一定会袭警，刑警他们一定会拿大把的。那这样公司不就一大把人又进去了吗？他不是说要离开公司啊？这王八蛋怎么要提公司是？我们公司现在又没有说一定要做什么大事，80个月而已，让他蹲完嘛。我哈连几个月都知道，不是他不是说没有晚吗？我还在看说他什么时候跳槽哎、欸，我要看大家意愿啊，不是说我一个人说了算吗？但是你要有一个办法吧。干倒黄小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因为他是警察嘛。你们没有犯事，他可能连出现的机会也没有。你要想清楚这一点吧。我印象中啦，袭警一定是二级武器，一人一把，警察的人拿出来扫。你们每个人身上有一把二级武器吗？你们觉得你们有本事干得动警察，那我支持你们，我跟你们去。算了吧，你去一定闹赛，我还带你去。什么你去一定闹赛？我他妈带你去干嘛？这个又不是一定必要救出来，那么没必要。非必要的事我就不想做。哥，我真的不想回他、欸，我想回他真的会很靠北。我觉得你这样讲，我觉得他这样讲没有比较，我想。他这样讲的方式没有比较有建设性，你知道吗？反而还有点就是在看我们没有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觉得这样讲不是很妥善，讲话方式吧，反正每个人讲话方式都差不多，不是差不多都不一样。他这样讲其实，就这样讲其实没有比较好，他就是那种啊，不你有才调你去嘛。但其实大家其他人听了也不很开心，不然那他讲话自由，我也懒得去管。我只是说出我的想法，但我不能抱怨，抱怨就会又被拿出来做文章，什么啊，某实况主在玩游戏，什么小的，然后什么小圈圈什么的，但我真的觉得很没必要哎、欸。自己在自己的群讨论的东西，然后被人家外流，这很白痴哎、欸！到底是谁在外流啊？这很坏、欸，碎念。我跟你讲，实况组就要培养一种可以自言自语的能力，懂吗？不然其实你玩游戏很无聊。开实况也是一种那把心。新进在那个在记录啦，就是记录心情的一种方式吧。有一天可以回去看一下，哎、欸，看我那几天都在干嘛，搞不好哪里做错、啊、还可以做更好。但是我应该不会看 RP 片段吧，基本上都很白痴。
念。那个白给二人组，然后白给二人组那个人，你们东西找好了吗？我应该十点了，我想去睡觉。森林大宅，那个味，那个森林那个味道是被我改墙啊，会不会很爽啊？帮我改墙吧。骷髅剑士，你还敢 TP 呀、啊？改天把 TP 给拔掉，看你怎么玩。其实很多东西都没有必要，但是为什么硬要呢？其实若雨啊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把那个深那个什么，其实很多怪我都有削弱，就削。哎，你谁？怎么了？大伟，刚刚他们有留无线电给你们用哦。刚才我跟阿角借的。啊？怎么他没被收哦？他手机跟无线电都在啊。安、啊、你的为什么不在？哦，我的就被收走了。怎样？那算违禁品哦。我对对，在监狱里面算违禁品的，可能放水吧。他哦，优势优势优势。你们讨论怎么样？你说关于带你出来透透风吗？对对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先衡量一下，我们先衡量一下失败会怎样，然后再衡量一下，就是我们有没有必要那个。我跟你讲一个现在最重要一个点，现在钥匙吗？小虎在，然后他们现在警力一定不够。你现在好像我他们警力一定不够。我给你一个想法。我们现在最多五个人吧，我想一下，我算一下，五个人，然后如果要和我搞不算，没有，我们现在对五个人。我想，如果我现在有办法可以把小虎带来监狱，我叫他听。但是要直接在哪里把他弄到？监狱门口。那至少他会两个警察过去吧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他我猜他一个人来的几率比较大。可能你们三个人在里面的大哥，而且这很硬欸，兄弟，这有点硬欸。有看到你们三个只要出去，你们三个说啦，刚刚有一个直升机在低空飞啦，多、啊、在公园的附近，超低的。那应该是小虎。而且我问一下哦，你出来之后他们会通缉多久啊？如果关于越狱的话。香菇好啊，你要想清楚啦，几天14天真的太多了。我觉得你，我跟你讲，我有个想法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如果你是死刑犯，我就救。但是今天你中原标准时间应该不会关超过14天吧？是不会啊，我跟你讲啊，觉得我觉得非必要就不用，而且我们现在人是处于够的。我跟你讲，如果因为这样赔掉更多人，我觉得太亏了。我是觉得你就申请假释，这样比较方便的、啊。你申请假释吧、啊，你出来也至少、啊、你比较自由啊。我感觉假释超麻烦的。假释不就跟说，我要假释，然后你就直接站在警局当我们警局的眼就好了。啊，我等一下再跟小虎讲看看。然后如果有那个机会的话，你就把一个警察留住，像是什么你最爱的钱，不，你那个前学妹那个钱宇，把他留着。然后跟他聊天，然后获得他可能讲无线电给，听到他无线电情报有没有报给我们这样，你懂吗？你就是类似召唤峡谷的一根眼，插在对面的蓝 buff 这样。我等一下再问小虎看看。嘿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好好好好。
先问好了啦，我先问。哎、欸，你先问一下。好，先这样，先这样。哎，小姑啊，阿拉，不要当废物哎、欸！我要坐在这边自暴自弃。如果香菇还有在看的话，我也不知道，那就被垮了。干，我怎么有？我不知道香菇你现在在不在、啊？我怎么有听到风声说有人要演，有要演那个什么离开公司之类的？就是什么要跟家对狼照这样的、啊。是你们吗？不是。不是对啊，哎、欸，出动出动，走，我们去哪吧？我也去吗？我在照顾。看你喽。那我坐你车啊。大伟说去拣货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、欸，那个谁啊，小贺你在哪？我在公园啊。你等下来公司接我好不好？好啊，我再去接你。好，我换一套衣服，我换令甲。我一台车在公司，一台车在军火。你看阿妈有没有在你附近？叫阿妈先借你车吧。洗洗澡哈、哦。我直接去中部高中，我直接去告诉公司拦他。好，你先拦着他。也不是说先拦着他，我要点远，我要点远。小姐，我要去吗？人又消失了。白小姐，我要去吗？他也在无线内吗？你们去吧，我做了点事情，我要去医院。好。那个羚羊到门口等我、啊。好，收到。我把那个该放的东西放进去了，我在门口等你。干，我真的觉得有时候，然后有些人就喜欢看。啊，富帅，富帅。张富帅，你的车呢？坏消息，我就一件防弹衣。你去凑电钱不行吗？没事，我们能够。走吧，走吧。我拦得到他哦。在那个那条要到中部那个高速公路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在往北上，持续北上。你懂我报位置吗？嗯。他已经经过监狱了，你们在哪？我们刚从公司出发，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就到了，我再给他报位。哎、欸，刚刚那台是你们吗？在垃圾车前面走过的那台。我们是红色飞飞。对对对，是你们，是你们。哎、欸，飞飞他。对，红色飞飞。黑色小丑、哦，黑色小丑。那我跟你说了，可能有人去劫了，就有一个。来，对面对方是黑色小丑，然后有尾翼，然后持续往北开。往这边，往这边。如果你们到不了，可能就来不及哦。先跟着，先跟着，等我们到。我要阻止他交货吗？等，阻止他，你要看他交完货，交完货我们就可以抢他货。继续往北开，继续往北开。他现在往那个北部那个3030的那个加油站，不是加油站，商店那边。
我可能距离时间上有点问题，我跟孝全讲一下，叫他帮我们跟住。孝全帮我们出，帮我们盯好他，等我们过去我们再处理。我还在跟，我还在跟。然后你可以确定车上有几个人吗？如果不行的话，千万你不要一个人过去。三个吧。好，收到，我等一下就过去了。他往北部警局。点都没变哦。一样一样。哎、欸，他往北部警局开，你要不要往回开？他停下来了，他停下来，他在这个点。哎、欸，你继续开，你继续开，你继续开，往对，往这路，不用照 GPS， 不用照 GPS， 因为 GPS 要绕半圈。大雄，你看着他吗？看着，看着。好，收到，有特殊消息在跟我们。他往西边快速道路走哦。好，收到。他过警局了，应该是伐木场。那我要怎么走？继续走，你继续开，你继续开，这条线会跟到。沿着这个 GPS 完了，他完。那我再重新标一个啊、哦，左。好。对，你等下这边要左转。走军火那条路是不是？对 对， 對，走军火那条。因为他现在还在军火那条。看，他是要开去哪里？他就在这边呢。他们撞车。你继续开，不用怕。收到。301旁边的高速公路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们现在看着。他现在持续在那个点没有动，就在我 GPS 那边。我们要到了，剩下1公里左右。他车祸呢，而且刚好也马上都要经过。他在我面前修车呢。等一下，注意一下，搞不好他是假装修车，可能其他附近有其他人在准备埋伏，稍微注意一下。嗯哼哼，嗯哼哼，嗯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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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错，等一下，慢一点，等一下慢一点，确认一下车是什么颜色。啊，车子是什么颜色？它是往那个电镀，然后又往尾白，往警局。对，往警局。我在桥上堵他哦，你们过来桥这里。没有，他往北部开了。银色小丑。我印象中啦，可以直接截获啦，你们要不要直接打？这样拖太久。他只有一个人，一个女的。然后往那个停车，停下车。哎、欸，你们是红色那台吗？你不停车吗？对，再给你一次机会哦。追他。三，二，打他。防护长，拉上去。他往上上开哦。哎、欸，给你个建议啊！等一下。都直接开了啦，不管他了。给你个建议，不要走。哎、欸，你等一下，先不要开枪。干嘛啦、啊？都开了。他是你马子是不是啊？了没？你家没有东西，你确定？哎、欸啊，我靠腰了！哎、欸，不是啊，现在是怎样啦？把你身上货交出来！妈的！没有，我只想跟他，就是只想把东西拿出来。他们过来啦！我车坏了啦！你们该来正宝办公室。下车！天哪！下车！我劝你最好下车。你把我打死就拿不到货了，跟你说。
上车上车，我去追，上车快点，你去你先去你先去，我干这台车。他换车了，他换车了，有接应，他有接应。我撬这台玛莎高，等我一下。帮我掩护，帮我掩护！还有人跑！撑住，撑住！我等下要过去啊！受伤了，我受伤了！哎、欸，高富帅，你在我，高富帅，你在我！哎、欸，我没帮到你哦。还有一个警局后面，你给我钥匙，你给我钥匙！高富帅，你给我钥匙！你们在哪？给！我爆炸，我爆炸！后面他不是不是，再给一次，你没有给到这台的。边啊边，那个围墙下围墙，不要打我啦！喂，你下面而已。我要过去，我过去了。下面而已。你们穿一模一样的颜色呢？红色骷髅头是自己人哦。他倒了。没有。倒了。看一下他身上有没有货。我来。哇塞，你们有没有那么穷啊？啊，我们就两个人，你们出动要几个？哇！哇塞，麦克学大哥哥，被人家这样穷，应该只有拿军火吧？我送。卑鄙哟！卑鄙的大人！妈的！帮我 cover 一下，我在交易了。哎，好。他们不止两个人吗？血路器哦，血路器。好，收到，赶快走。大大，不是，我不是。王八。走，孝全，不要跟他废话，走。靠腰啦，我在解锁车子啊。不是啊你，我想说你在跟他废话。我他妈在解锁车子。没事，你要赶快离开，你赶快离开。他们应该。啊？我往北开，我顺便去修个车。我送白小姐去医院吧。高帅，你想走？带他去秘医，不要去医院。我在想这件事啊。你讲大声一点。白小姐整个晕。拿我的车。你去拿那个点去拿你的车。军火。好，我们流氓哦。我跟你讲。我不知道，我现在有点良心过意不去哎、欸。我现在有点良心过意不去耶、欸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知道，哎、欸，那个，我等下先载你过去啊，我把这台开个公司，哦 ，OK 吧？其实我，干，我现在被你们讲，其实我跟你讲，我以为他们有真缘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他们只有两个人，人家亚素人是靠呗。哦，我大量流，我一直在流血呢。我觉得我要去秘医躺一下。你稍微处理一下。有，我有拉出来。你知道我以为是盛世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差点就凉了。没事。你们这个谁有肌肉包，给他一下吧。我
阿贵啊，我以为我有，我以为他们是盛世的人，你知道吗？结果打完我摸了才发现，干这一组人有点怪怪的呢，红是大学生呢。他们军火只有两个啊，我还派那么多人，该会不会有点无耻啊？邪路器、啊，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有几个人哦？等一下，他们那么多人，我真的很担心是流氓那伙人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真的人不够多，真的打不过。大哥哥好啊，因为以前被流氓那种智障打习惯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怕我回家换套衣服，把邪路器放到公司，我就先去医院躺一下啊。啊，你记得把身上东西处理一下。洗一下，洗一下，你开枪的话。我们还是啊，因为洗一下，但这个没有个公约，大家来制衡。我刚刚补一下，白小姐，我带了啊，我带去米。其实我说洗脚一下。高富帅，你那个防弹背心可以带走吗？你把东西带一带，我先回去。我还是写入器直接还给他们啦。什么东西？写入器怎样？我们都走了欸。哦，好吧。算了，不讲。写入器没有用吗？其实我跟你讲，就一个很尴尬的点来说好了。他说坐解码器的。我们真的遇不到，我不是说我们遇不到，我们怎么讲？那个时候没有，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是他们跑。我那时候截到的东西是一箱军火，我就直接帮他们交易了。我们是截到那一箱军火。对啊，我们是截到那一箱军火。我是拿到20000块跟那血入器。人，我跟你讲，他打完我们才发现，他说只有两个人。我还很紧张，说他们会有什么尊严？换一件衣服去医院躺，还是要躺在那个？你们先该处理的处理完，不然就直接去秘医了。是不是说也可以说你们？我去秘医好了。不想给医务问的，就直接去秘医啊。那现在开枪的话，每个都会问清楚，你们自己决定吧。你们什么？那我去秘医好了。哦，不然这个。啊，难怪阿强会说军火就两个人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跟你讲，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开会内定说你们要军火要几个，而且这边也没有，就是他们之前开会讲限制人数那种东西，我就是有就去 K。我们有就去 K。没有啊，就没有限制啊。这是牵涉到道德的部分，但是白小姐还在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是流氓那群人，可能今天我们不管几个人都没差吧。快到了。可是今天是他们，我觉得有点尴尬，所以我东西就摸我该摸的，对方多再增援就好。其实我们那时候几个人啊？其实我以为只有三个人呢，就是我跟孝全还有那个谁小贺。后来我就看，奇怪，那个红色车是谁？是不是敌人？我那个在哪里啊？我在撬，然后发现那是高富帅。我看到了。那时候奇怪，怎么找不到？然后我也不知道白小姐有没有来，因为完全没有听到她有没有来，有点。更我不知道怎么讲欸，我发现我们好坏哦，有点良心加良心谴责，良心谴责，干不是啊？怎么之前我们遇到了不讲道理啊？怎么遇到一个讲道理？什么搞错了？我跟你讲哦，他身上3万我没拿哦，我换做是我干，其实我。其实有谁35000我也不会拿吧，我觉得钱真的太重要了，钱，而且正常人不会把钱那么多带身上，所以我钱都保持一个很奇怪的数字。其实阿贵你要讲什么我都接受啊，因为我们都还在学习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做不好的地方就可以直接讲啊。
又不是说只会找借口，虽然我刚才都一直在找借口，虽然我们刚才那个以多欺少是有点过分啊，但没想到我们的人多了那么多，而且我想等你搞清楚人，讲真的啦，等你搞清楚有几个人的时候再增援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会有几个人。就是增援那个问题。前面你们要有人喊停。我跟你讲，我一开始不知道她是个女的，我的心理想法就是，我们来接军火，而且我们没有看到其他人，我们看到人比较少，我们三个人两台车，我那时候拿车，我拿枪对她。啊！停下来啊！不停下来我就开啦！停下来，我们一直在喊，然后讲，那、有来早来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反正我们就是一直开，然后他被我抱一台，然后就砰撞了，然后我们两个就一直追他，我们途中也没有撞车。阿仔还在吗？然后怎么了？大伟那个申请可以吗？反正我们就是一直 biang 打湿吗？ biang 我们把后面增援 biang 掉，红甘瑞啊，你还不起来？有错为什么吗？反正我们把那个人 biang 掉之后，孝全是网红呢，他刚在密一这边还跟我说什么感谢追随，妈的，听错了，听错了，还在那边给我感谢追随啊，干！我们你又没死。我们在密医看医生，他在那边开直播，感谢追随嘞。啊，你要不要直播打小虎啊？谢谢追随，感谢你的抖内。谢谢孝全的追随，谢谢孝全十个月的订阅。好扯哦！你怎么也那么熟啊？你是不是也是网红？啊、对，你是不是也开直？我有在看直播啊，我都看那个 TK 有没有打 DVD 的。你知道啊？我想说，他也会讲啊。赵钱，你是杨天一啊？杨天一怎么还在？谁？哎，谢谁啊？闭嘴来，滚啊！闭嘴。这位追随新观众谁啊？孝全孝全你好啊。不错吧？我能不知道呢。原来我们在睡觉的时候，这个在提。他在偷偷开直播啊，开给他老婆看。靠背啦。我们在圆他场啊。谢谢追随，他还敢开音感啊，贱种！他妈需不需要你？所以阿早，我刚刚问的问题，你要问一下大伟吗？我也只干了他一件防弹衣、急救包、修车包。Hello。干他身上。阿早。3万多块，真的很心动啊！但是我觉得我们最主要目标不是、他没有，你可以直接手机问他，我的手机在哪那。最主要目标不是。那就算了。好。突然不想了，想不想不重要啦，反正你会上就会上，不会上就不会上。公司那个5张地图，谁比较安全的，谁要去跑一下。啊，你给我吧，我去跑吧。我等一下给你们去跑。阿妈你来公司好不好？我给你。不用，他来酒吧跟我拿就好，我身上有4张。啊，我身上有5张。没有，如果要拿我全部都拿。毒品是不是？我等下去跑啊，我没事。那你来拿我的，我可能等下休息了。还干走嘞？没有，我这个人原则，我只拿我需要的。啊？我不塞东西给人家不错啊。没有哦，我只拿我需要的，而且那时候那么紧急，谁会知道什么事？我不知道你在哪，对不对？我的塑胶放哪里啊？干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刚才那个情况，你知道吗？有点尴尬，太扯。不是这样讲哦，阿贵，哦哟，
阿贵啊，不是这样讲哦。因为我们应该做完就好，哎，人家哎呦压制你，白痴哦！看我真是头很痛，我是第一次，我这是第一，我讲我们之前都是啊，还在做啊，对啊，我还在做啊，想说就多做一点。冥王解释什么？你听吗？你都会觉得是借口吧？没有啊，什么他解释什么？我连他解释我都没听的，你觉得嘞？不是啊，他就是，那就给他打啊，我觉得就给他打啊，啊就是我们比较弱嘛，我们就先被压着打嘛。你还在公司吗？对啊，我还在公司啊，怎么了吗？我还在公司啊。你刚才在想什么拉的？我在公司啊。我要去公司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我一直都在公司啊，我没有去公司、啊，我一直都。不行，我要是在哪里给白妹妹跑吧。我直接放在公司仓库哎。你等等等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听不太懂。对，叫白小姐去跑。他，我们刚才那样跟酒吧绑绑我没两样。讲真的啦。如果能早一点知道只有两个人，其实我们一开始三个人还好吧，但到后面五个人，对啊，五个人就有点过分，就也不是过分，就是欺负弱小嘛。其实很多东西我都不太想去做哎、欸。还是就以后都直接给他推掉，我这个台我就直接变垃圾台好了。看我怎么感觉我做什么都好像会被讲话。好无聊哦。来，你们在里面玩洗白岛啊？反正里面、啊、等一下谁输比较多啊，你们出来就给钱了呀。欠着欠着。你们就先欠着啊，有没有？我处理一下私人事情，我退一下无线电。拜拜。好，收到。小妞，你可以跟他玩输的拖一件啊，他应该会蛮想玩的。没有啊，除了刚刚那个。大伟只敢吃200块啊。刚刚哪一个？你们有人有空去收一下吗？保护费，保护费。啊，我刚才收过一趟而已呢，又有了。军火也收了吗？等11点吧，我都说过了。哦，好。我觉得你都很棒啊， okay, 除了刚刚。老板都不给。不知道哎、欸。我刚刚。因为你知道什么、啊？因为我领，因为我拿过了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哎、欸。都给酒吧老板了。对少权呢？就很。我危险的，我在用呢。就有些时候真的某些情况真的好好好，你给我2000呢，到时候就像就拿昨天的那个军那个什么银行来说好了，我没有什么晚安，哎晚安喽，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啊，晚安了。如果你其实有时候套用那个什么四人原则，其实它是有它的道理在啦，就是。警察五个，最多五个，然后那个四个，哎，安装。很怀念啊。怀念什么？很怀念你穿这一套啊。嘿，我刚来的时候都穿这一套。对啊，我是很久没看你穿这一套了。因为我比较长，因为现在比较热、哦、啊，但是最近要避风头，所以我要变换一下形式，你懂吗？嘿嘿，懂意思吧？我跟你讲哦，我那天不是你们在那个、欸、那个医院外面不是在赌博吗？有一个人醒了呢。谁？我不知道谁啊，他戴安全帽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，总共有。早安啊！干你啊，高希那是你哦！他妈给我去卖毒啦！不行不行。为什么？
还没12点。不出这时间的价格不好。我们一点卖一包1100-1200哎。那你一点去处理啊？我那时候连续卖5次，直接5万多，然后后面失败就不卖了。我跟你讲一件事啊，我们的薪水都靠你啦，所以你多卖一点啊。有啊，现在不是有30-40万了吗？我们早上帮你打拼啊，晚上你就自己分啊。我一天卖毒都可以放公司放5万呢、欸。我跟你讲，你最好是卖个10-20万，我们这样就可以，你知道吗？一趟加起，一趟最多也没10-20万，顶多10几而已。一条吧，你要看你一条卖多少。一条不会到20啦。哎，一条30包哎、欸，30包，然后大麻20包，90包，100，十几万哦、喔，哎、欸，不是十几万，我算一下、喔、啊，算了，随便啦，反正你去多卖一点啦。那先把我的书做完。哎、欸，快可以买错了。你那个，等一下你过来一下。你不是要学做枪吗？对啊，啊，那你要留一点钱买书哦，不然就是你要吃老本，就是你每天花16000读书。不想读呢，我想先把我手艺跟力量用完。然后没有没有没有，做枪只要手艺而已。对啊，我就说买完之后我再去读啊，买完之后再读。你要每天读，我是建议你先开始读书，手艺这个东西慢慢来就好。哎、欸，手艺没差，我觉得书。手艺没差，书要。怎么讲？你也可以，我跟你讲，你听我的，最主要手艺满也是可以，但是你手艺满之后，你书每天差不多读了40-50本，你就开始每天去跟那个老师鲁小看他要不要教你。你天分一天可以读40-50本哦？八本。八本啊？对啊。对啊，你那个什么，那时候入学测验的时候，人家说你智力多少？51，那应该50几本，也不是说50几本，30几本，慢慢去试吧。OK， 就多试多试。我现在像我这个，我也是试很久啊，不对，我现在料理也是试很久，他才肯给我学、欸。一直说什么我资质不够，你娘呀！我差点把他扒了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谁在开枪啊？他们说王八、欸。你们刚刚那个小丑跟马沙高是不是？怎么？你看到了？我跟你讲，两个女的。好不好？你想一下，两个女的会有谁？我对这镇上的女的不太认识。大学生，对啊，是大学生没有错、啊。那个他们衣服都没再换的呢。大学生怎么会来弄这个啊？大学生也出来搞这些了，大学生也出来搞这些了。好，他们想搞的时候就会搞了吧。很赚钱吧？他们好像那个餐券也很贵。我以前听他们外面的司机是就只有管酒吧而已，没想到他们也出来接触这一块了。算了，这些塑胶做完就去睡觉好了。下一次就给他们吧，看到这个衣服。我不知道，我们是有卖订单吗？没有吧。那他们订单是买的哦、喔，因为我记得酱那边不是没了吗？我不知道呢。
杨天一在监狱里面昏倒，哈哈。干嘛？他被你踹倒？他从楼梯上摔下来。厉害哦！讲到这个哈，我就想到我跟大伟那时候哈，想搞受伤啊，然后骗警察，骗女警进来。那你大伟讲还该知道啊？白小姐啊，怎样？是不是把我轮胎打破了、啊？我没有啊。哦，好，没事没事。我干嘛拍你轮胎啊？我车停在公司门口啊，我进去出来轮胎破掉了。不是，我在警局哎、欸，我现在在警局、欸。哦，好，没事没事，没关系、啊。这个是你啊，林雅。他妈，我一直在这个工作台啊。在里面做东西啊。我林雅一直都在。他妈他，我一直在高富在旁边啊。我会打。啊，找找找。是不是你啊，红辉？是我。我这个人要低调，我还没做那么高调的事，我是不是脚踏车骑一骑撞到头啊？干嘛？没事，我等我做完我们再卖毒。好好好，拜托在警局，你可以不要把，你可以不要讲那么大声吗？好，卖糖果。不用再讲了。那我先退一下无证店，我处理完事我再回来。好。慢慢。阿角，大伟现在有手机吗？有。哦，我在跟他聊天呢、啊。你等一下，你先，我跟他聊，我等一下跟他聊，我聊一些事情。好哟，叫他给你打，你直接打给他就啊。对，我直接打给他。直接打给他。打字了，对。哦，我打电话给他。怎么说？这地盘有哪些啊？毒品、改装。喂，大伟啊。哎。关于，对，我这几天想到，我们那订单是不是很少跑？我们要不要把一些拿出去给叫卖，就把它消掉，不然存在公司也不是办法。可是那些就是变成。我们现在用不到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先暂时给酱先帮我们处理掉啊！你想一下，就这一块啦。因为公司其实我们蛮多赌了，但是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时间去处理那一块，就是订单的部分。要不要拿一些给酱？就是拿一些差不多。5成、6成那边的量给酱处理，就看他那边要不要处理这样。你有听到吗？大伟，大伟。洪大伟，干你啊！台上好像站了一个黑皮肤，没事没事，大伟，转回来。阿角，你们觉得我要喝饮料还是吃鸡排？都吃。阿角，大伟嘞？他怎么接电话就人就不见了？他刚才讲电话。他刚才跟我讲啊，然后讲一讲就挂掉了。他突然站着不动，他就在钱堆里面。他是怎么晕了吗？阿角，你一个打两个啊？阿角。啊？你一个打两个啊？没有啊，他说有电话插播。哦，是不是？
真的是。好，收到。住哪？那个谁啊？小贺还在吗？他不是说他去处理一下叔叔？对。哦，等一下这一块处理完，我就要去休息了。妈，怎么要十一点了？傻小，干你娘啊嘞！怎么要十一点了？哎、欸，阿贵啊，我跟你讲啊，其实你觉得我哪里做不好，你可以直接跟我讲啊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哪里做不好。就是你真的觉得我做不好，就直接没有，我本来就很累了。我每天是，我跟你讲，我每天玩 RP 就是出体力活、啊。先休息了，晚安。晚安。今天大家跟你晚安。你哪一天不累啊？每天都很累，烘干呐、啊，鸡掰。这样，刚刚打到中途，很明显都是你们在开。对啊，我们在，对啊，就是。哎、欸，小贺没有在无线电吗？是不是？其实我真的不太知道要怎么结婚，结婚就是小贺穿荧光底的鞋子吗？有人注意到吗？你退出，他好像在医院把妹呢。哦，没有，原来那个是输出是不是？我原来等一下，对啊，也是我退出也是。我打电话联络一下小贺。哎、欸、喂。喂，啊，你有帮我把货交给该交的人吗？他们在动手术。啊，所以你还没交过去啊？我在门口啊，等他们好。哦，你等一下帮我交给他，我以为你已经交给他，他还问我说什么，我等一下送过去哦，我还没注意看。我问一下，你们有收过酒吧的？你等一下帮我说一下。那个，好，拜拜。有去过酒吧那边吗？什么东西？那个地图你们有收过酒吧的吗？高速好像收过吧，啊，我是有时候会就刚好在附近而已，就是怎么讲？没有，我在找酒吧的那个很难找，现在这么暗。你在哪个有那个酱的酒吧吗？对。我跟你讲，后面垃圾桶。你，好，他应该有经验，他讲就好。在那个铁门旁边的垃圾桶那边。对方没体验，对啦，因为我很清楚那是什么感觉。重要的戏在走就算。我觉得我快把他们我的钱赢光了。我对哈、啊，这样讲是对的啦，就是我们真好的所在啊。其实走私，我觉得走私也是可以，就是一个大事件吧。但是要看你们遇到是谁吧。像我们遇到小小大学生，这个有没有抢到？对啦，我们是太凶了。我突然现在觉得我好像太凶了，任内最优势吗？阿妈，你需要帮忙吗？对呢，好像是呢。我还在找了。我比你问最多。好，我去帮你，因为我要跟你拿，我要直接去包了。我还没开呢。你在酒吧是不是？对啦，人是最多。马上到，那我还有一张呢。你给我，我跑好了，我跑完了，五张都跑完了。对啊，我们要变得更好，而不是要学。我们对付什么人就用什么。啊，我刚才跟你讲那些，你有没有听？我在听啊，你说那个监狱那个吗？不是监狱啦，不然订单呐、啊。订单怎样？
平常我们不是很少在跑吗？我们要不要拿一些给酱处理掉啦？哦，可以啊。我请阿嬷来拿个五成啊，拿个五成。好啊，看一张，看你要卖多少。应该给酱定好了，因为我也不知道这公道价多少。好啊，你再问啊。哎，好好好。好 ，OK， 拜拜。我耐爸讲话，有些事情我不想在里面讲，这个点就不用处理。喂，阿妈，你现在有空吗？就是手头空的吗？还没，还没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，那我先在那边跟你讲吧，因为我等下去睡啊。哦，好，你先说，你先说。你现在旁边有人吗？应该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那个，我刚才跟大伟谈过了，我们现在这阵子有点忙，订单处理不掉，就是军火订单，你知道吧？那知道。他有跟我说，我跟他讲说六七成啊，他对就拿。你拿六成的量去给酱处理吧，就给他消掉吧。你说订单哦？对，订单就类似。好啊，好。对对对，好，那你等下、就是、你等下来，你可以直接拿吧。那等一下，我跟你说，就是，哎，是大学生就给他们吧，以后不用抢得这么厉害、欸。我跟你讲，我一开始以为是绅士的人。对对对对。因为绅士那边有女的，但我不确定有几个。對對對打到后面。看到我发现只有两个人而已、嗯，然后我看到最后那一个人被我们五个人打。对了，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以后就是因为现在我跟你说，我们的订单都拿出卖嘛。对，我们大多数啦，有一些还是留着自己跑。对对对，六成吧。所以我就说，如果真的以后我们先不要抢吧，因为、嗯、看过阵子看，因为对对对对，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给的嘛，对，就是我们给的嘛，所以我觉得。不要抢好了，反正卖的就如果抢的话，好不好没有那个啦，不得啦，我觉得，就是因为都是我们买的嘛，还去抢，好像很奇怪一样，所以就你等一下打给小贺说一下吧。好，我等一下跟小贺讲。略、你这就你来处理吧，就是你拿去卖、好。可以可以，钱的方面也是跟那个工作证一样吧。对，那是一样意思啊，那一样意思啊，那就是小公司在那边。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白妹妹，我还在酒吧呢，刚刚在说电话。等到，没时间可以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喂，小贺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怎么了？就跟你讲一些事情，就是军火的那个订单嘛，我跟那个阿嬷和大伟讲好，就是。我跟你告知一下，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没有很常跑军火，对不对？是。那我们就把一些军火拿去给酱处理掉，就是给他去卖，然后那些就是当工作证的钱，我们再分掉就好，可以吧？可以啊，好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好，没意见。好，因为我跟他们讲，因为我们现在公司太多，就是我们用不，就是来不及处理掉，我们还有好几组抢银行的东西吧。哦，没问题啊。好 ，OK， 我没有意见。我跟他们讲完了，然后先跟你讲一下。好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拜。抢到没时间亏妹，不是不亏妹妹啦。酒吧楼差吗？我就先休息咯。啊，我有做一些假珠宝在那个。公司那个仓库。是你刚刚跟小贺说了吗？我刚跟小贺讲完了。好，谢谢谢谢，我等一下去处理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好啦，阿娇晚安，晚安。帮我跟那个千羽老公晚安，千羽她老公晚安。好的。没有啦，哎呦，阿贵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是大赌徒啊，现在里面那个。金额来到3600，我们一百一百这样赌上去的。哇，那你们等下赌10000了啦。好啦，我先休息啊，拜。好，拜拜。其实黑帮会比警察更凶，但是警察因为有我们的虎哥，会凶到哭哟。跑个订单比黑帮还凶，
什么跑过去那边警察凶？警察，我们黑帮会比警察凶，但是警察会比黑帮凶的原因，大多数都是因为我虎哥在。我的想法啦，但干我今天我不知道欸，少了一些人，就是没有人来出来带头，其实干有时候干我觉得阿强其实蛮重要的，就是有一种指挥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指挥的吧。换个带头，看我跟你讲，公司带头的没人了啦。大伟就是，好啊 ，OK 啊，都 OK 啊。然后另外一个就不用讲，另外一个要不要出现随便他。然后洪瑞就是，干就开啊，干你啊。小贺也是要干就走啊，高富帅也是那种要干就走的。然后没事啊，就稍微留一下。那个谁，来带头，不行啊！你行，后边的靠山。我们公司真的能带头的，真的是，你知道，就是比较。那种比较会动脑的 啊我可以带啊，可以带啊，但是我就没在动脑，我就没在动脑。还要叫大姐头，谁啊？大姐头阿角，阿角那个个性看起来也是不想带的啦。阿角也是，哦，好，走啊。其实我个性我也很不喜欢带，就是我很不喜欢控制他人，可是只要一控制起来，就是会有那种你一定要照我做，看我就是很不喜欢那种感觉，因为那种让我感觉我好像变了一个人，所以到后面我都做那些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啊。就是那样的做法啦，那样做法让我觉得干我好像是有点膨胀，你知道吗？就没办法，就我们只能互相制衡。就是我们要互相制衡，就靠智力吧。看我真的是他妈打大学生的时候，我还想这个女的怎么好像快快的呢？但是我秉持的尊重的心理，就是如果我要真的打，我就是尊敬他们打，就是不要那种放水，很像在羞辱对面。要就做最好，不然就是不要做。但我真的没想到他们只有两个人，这个我真的，干你啊，有点像在玩鬼抓人，我玩那个什么小精灵有没有？四个鬼抓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超级过分的那一种。但我是这真的是，对他们有点不好意思啊，就只能这样跟你讲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不知道能做什么弥补啊，就对我来说，抢那个军火吧，我只要喊三次没停，我就直接开了，因为我觉得，除非他有要跟我讲什么，就是直接 K 啊，缩圈再打。打头，
想一下对面感受吧。其实有一个刚才被我打的那个都没讲话，我也不知道我要跟他，我也不知道他感受怎样。说先之后再打头，就很尴尬。今天我才知道，真的可以直接截货，然后把那个货拿去交。这是我第一次知道。唉，感觉这真的是就尴尬。有啊，很像啊，就很畜生，你知道吗 ？APS 三个人压一个，然后那个人还是他妈没有补，没有电，没有血。对面就两个人全部下车来开战，是要吓死谁？因为他车子爆了啊，我那时候想法就是，我把他开倒，他的车不能动了，那我下来就是 K 他，因为我听到他无线电喊说，我被打了，我需要支援，然后我以为他们支援，那算了，我赶快把他 K 掉，速战速决，我看起来像百人中枢的那种大军，你知道吗？靠，我好狠哦，靠呗！看，有点对不起他们呢，怎么办？真的有点怪怪的，现在晚上睡觉可能想到，大哥哥你们好坏哦，看你啊，有点糟糕啊，我怎么会这样？到底是什么改变了我？真的很糟糕哎。我为什么拿战袄喷了满脸？没有啦，哎呦，就你也知道了嘛，就我，重点是没人觉得要停。好啦，下次我们问说你们几个人啊，好不好？这是个尴尬的点，这是个尴尬的点。对啦，多威以多欺少。干以多欺少哦，干我这是痛痛痛痛痛。下次应该第一件事先问哈丁几个人啦、啊，干你是要落车无啦？鸡巴，我要开了，然后差不多喊个五声好，我要开了，要开了，要开了，干要来啦，干你啊，然后就直接开啊。没有哦，这个不用帮我们讲话，这个帮我们讲话没有比较好，这个讲话是没有比较好的，因为就道德上来说，我们是不讲武德，你知道吗？道德上来说不讲武德，对啊，不讲武德，实际上是可以做，但是就是真的。不讲武德，真的太超过了。其实夸就是欺负弱小。唉，我妈，因为一个说要沟通，然后他都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就开枪了。我等一下我看一下我台。其实你的声音他那边没有听到很多。不是孝权呢、欸。不是啊，孝权我。孝权。没有我是开最大声的，可是我不知道那个距离真的听不到。我讲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个距离，我下次会追。那个距离我真的不知道听不到。然后我喊我。我等他那个嘛，等他怎么讲，
反正我就是我觉得我讲到他，但是他好像没有，他好像不理我，然后我就想，干不理我，就直接把他开掉。他是在跟他讲话，我那不听哎。其实他在跟他讲话之前，我就已经很早喊了哎。是吗？他想，他我你说谁想沟通，是校权的部分吗？因为我刚才的视角是，我喊，我不知道校权在讲什么，我喊，然后我喊完之后，他不理我，我就直接开枪，然后校权在我开枪之后才跟他们讲话，是不是对方是在跑的那个？他跟校权前盘了，全盘，校权想沟通，可是还是我想法不对啊，我的想法就是，甲你娘不爱停，干那我就甲你开到停，是。他阻止我，没人理，没有。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，看你啊，不停是不是？我就直接开了。我的想法就是，干不理我，好、啊，直接亏啊，因为我也没听到他讲话，我不知道那个距离最大声也听不到哎、欸。然后我就直接哈，不爱停哼，然后就直接开。变，而且我他妈还变到一枪台，然后他就嘣，对啊，因为我就专注在开枪，我就说 ban， 还是现在我可以看重播片段呢、啊？笑了。教权听起来很慌张，抱人家胎真的不好，因为我不想在车上一直开人家脸啊，我的习惯就是把人家车胎开掉下来跟他打。对不对？那个片段在哪里啊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那个片段。我们剩400公里了，减速吧，400公尺吧，公尺。停车！给我下车！哎，你们知道我在哪里吗？你不停车吗？对。再给你一次机会哦！你们听到声音吗？对，我们。打他！因为我们跟他讲啊，他完全没有理我们啊。他往上开哦。你有听到这一段声音吧？哎、欸，给你个建议啊。然后校权一直在沟通，我就想说，我已经开枪了，你还要跟他们沟通，我们基本上就是撕破脸啦、啊。给你个建议，不要走。哎，你等下先不要开枪。干嘛啦？都开了。对啊，干嘛啦？都开了。他是你马子是不是啊？你家没有东西，你确定？哎、欸啊，我靠腰、欸！哎、欸，不是啊，现在是怎样啦？把你身上货交出来！妈的！没有，我只想跟他，就是只想要把东西拿出来。他们过来啦！我车坏了啦！你们该，来这马上告诉你下车！天哪！下车！我劝你最好下车。你把我打死就拿不到货了，我跟你说。哎呦呦！哇，他也被追上！哎、欸，上车！我去追。上车，快点！你去，你先去。我干这台车。
然后我不知道这台车坏掉啊。他换车，他换车，有接应，他有接应。帮我掩护！哎，高富帅你在哦，高富帅你在哦。哎，我没翻大衣哦。我操！一个警局后面有个钥匙，我阻止一下。高富帅，你给我钥匙。他阻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不知道他阻止是，因为我那时候当下还是认为他们是绅士的人，然后绅士的人很多，那绅士有什么老诶 ，Michael。然后应该蛮多人的吧，不然怎么打得赢流氓？反正我绅士的人都不熟，反正我就是当下认知就是干一起绅士的人，然后我就一直跪，我想讲应该够人吧，结果过一边，啊，甲你娘那三个人咧拍一个，紧，我爆炸，给老子过去。打啊！看一下他身上有没有货。我来。哇塞，你们有没有那么穷啊？啊，我们就两个人，你们出动要几个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哇！哇塞，你们这群大哥哥，被人家这样穷，应该只有拿军火吧？我送。卑鄙的大人，看、啊，不止他们不止两个人吗？血路器哦，血路。哎，好。他们不止两个人吗？血路器哦，血路器。好，收到，赶快走。我们当下一直认知。我不是。走，孝全，不要跟他废话，走。靠腰啦，我在解锁车子啊。不是啊你，我想说你在跟他废话。我刚刚在解锁车子。没事，你要赶快离开，他们应该。啊？我往北开，我顺便去修个车。我送白小姐去医院吧。高帅想走。带他去命医，不要去医院。我在想这件事啊。看这一段真的。那我见我。见面都得开战啊，但是劫货不就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的认知就是干会杀来啦，不杀来亏啦，不是见我前面有喊，你刚才有听到吧？然后我真的不知道他没听到，然后我们就开枪了，然后我们开枪，他们这样打，你们这样打就 OK 吗？但是我们不能先入为主说他们只行两个，但真的这样打是不行的，就是太仗势欺人了。干，我不想，有点。过意不去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拢无迄个资讯吧，然后嘛是爱替人想者，啊，我就想讲应该是会安尼，我就想啊，足单纯呢，看人甲你领送花几摆，好不容易遇到一次可以解的了，进前强拍干那搞的，即个毋知是谁，我就甲拍，啊，哪会知拍？欸，怪怪，为什么敢那是唔是绅士的人？看拍，欸，啊，这那怪怪，那拢是查某的，哇，正啊！而且小贺跟我开得很爽欸，小贺跟我开不会开输那个呢，开输流氓他们呢，就是打得很爽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是枪夹起来，行得来，手放袂开，一直甲开。看你脸，好啦，干我这个下次会注意一下。
有啦，阿妈刚才跟我讲说，如果是大学生，我们现在就问说，你啥人？大学生嘿，好走，紧的，我有你三秒钟，紧走，然后我们就撤了。大学生应该以后都这样打吧？好啦，这个我们会再注意一下，因为这个也是要多试几次啊。啊，不是一次就是完美的演出嘛，一时常常拄好就是遇到有点争议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来看我的台啦，但是如果他们有看的话，我会跟他说 ，sorry 啊。Sorry 啊，对不起啊 ，Sorry 啊。好啦，没事啊。好，我再思考一下啊，这个问题哦，再处理。好啦，休困，OK 啦，拜啦。